Hello，台湾的朋友午安。哎，2天没有走出家门，就宅在家中，呵呵，休息一下。看这个明星许愿池啊，然后七个是医美的包吗？哈哈哈哈哈，我喜欢医美。喝一杯茶，嘿，菊花，枸杞，哈哈。祝你们都平安喜乐，午餐吃什么？拜拜了。